欢迎新疆白姓白小白，我的天啊，欢迎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欢迎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我的天哪，跟我们一起来山里呼吸新鲜空气吧，家人们。哇，欢迎汉叔叔，红玉阿姨啊，欢迎陈明叔叔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是我，你躲在我身后干嘛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想一直躲在我身后啊？开直播了。快出来呀，你往身后躲着吗？是不？怎么了？啊？我在开直播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都躲我身后。你车来了，白大哥。我的天！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风景不错呀，家人们，下午好，下午好啊！我们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，下午好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哎呦我的天，挡住了啊！慢点啊，慢点，师傅，过来吧。哦，哇，好潇洒呀，他们。稍等一下啊，家人们，稍等一下。这个山里面好多这种山地越野车，哇。这个路线好绝。师傅，我觉得那个不错耶，我觉得那个车不错耶，下次我们收山货搞一个这种车啊，你看现在我们上来，我们那种车子，我们的车只能停在那下面了，我们的车只能停在那下面了，然后别人能蹭蹭蹭，好羡慕，是玩的，好羡慕他们呀，啊，是拿来玩的哈。家人们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全民打一个下午好，可以吗？我们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，下午好，直播间300人了，我的天，嗯。欢迎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风景不错，下午好啊！全屏打个下午好，行吗？啊，然后哇，300多人了，300多人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，家人们。然后公屏上打一个我来了，然后看，让我看一下，谁谁谁进来了，好吗？然后因为你不打出来的话，我没看，没办法看到公屏。现在哈、啊，嗯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哇，笑对人生，我安宁。四姐，哇，前世，哇，前世光姐姐也来了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啊，对，打一个我来了哈，家人们来了的打一个我来了，然后这样我让我看到谁谁谁进来了，哈哈，啊，十五来了，十五第一个报备好不好？第一个上线，嗯，你呢？我也来了，就是我来了，对，在这山里面，家人们，啊，我来了，哇，潘大师，我爱我家啊，期望绍兴。阿姨等等，我的天，好多家人进来了，好多家人进来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我们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啊、嗯！哇，师傅，我觉得下次我们一定要搞一个这种，我觉得这个太好了。我们在这边。我天哪！怎么？我们慢慢走上去吧。他们那个好潇洒啊！我觉得有点那个，啊、我觉得还好吧。哇！不敢开车了，我们车子不敢开上来了，家人们。但是我看到别人有那个山地越野的那种车，开来玩，我好羡慕呀，师傅。我们俩，我觉得下次收获我们上来的话，我们搞一个这种。那个好危险呀，我觉得。那个不危险呀。不坐那个。我觉得那个挺好的，我觉得那个哪儿都可以。哎呀，你别喜欢。嗯。那个有点危险，我觉得还是走路安全一点。我们的车子我不敢开上来了，现在这种路不敢开上来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今天要去上面收一点东西啊，去上面收一点东西，然后在这儿走着走着又给大家开播了啊，还得好一会儿呢，嗯，上面都还可能呀，他应该快到了，是有点不安全，他们是就是越野玩的吧，开着玩的吧，嗯，就是那种像感觉像拖拉机的那种山地越野车，嗯，哎呀，今天真的好晒。太辛苦你了，我让你不要来，你偏要来，就在家里面待着多好的。那我到云南之后是，家人们，你们说一下白大哥呗，说一下白大哥。今天早上他看完了视频会议，然后我在这山上，他就说你在哪里，我给他发那个位置。他说离他啊，康复了很多了，康复很多了哈。离他比较近，他就上来了。我让他别上来，别上来。嗯。忙完工作就在家休息一下，他不听。
你们说一下，快点说一下白大哥。好，说完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我接受批评，但是下次我还是要来。啊，真的？那我来这边，我就是跟你的小跟班的，我是你的助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小跟班？我到这边来，我就是你的助理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我就是十五的助理啊。是的话，全民打一个柿子。因为今天连叔叔的姐姐给我打电话，阿姨嘛，那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来这边这个他住的这边村里，然后他待会带他亲戚邻居一起有什么货让我收，所以我就按这个时间约定到这边来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人。然后我让白大哥千万不要来，不要来，让他不用担心我，他非要来。你看吧，你被晒的，晒的黑黑的。是不是我脸皮比较厚，然后我要死皮赖脸的，我要贴着来。哎、是啊，我是有点那个你。有点啥呀？哎呀，你不懂。那我怎么会不懂呢？家人们，我们刚刚开播，可以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吗？啊，刚刚开播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然后这山里面信号也不稳定，也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。哦，信号网络较差了，现在都信号不稳定哈，家人们，你们理解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山里面啊，希望大家克服一下困难，好不好？多多陪陪我们，然后在这山里面，我们两个人有点孤单，然后你们陪着我们的话，我们就不孤单了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哇，你看那边天边的白云，天边的白云真的好美好美啊，天空真的很美，我的天哪，一望无际，蓝天白云啊，这种感觉真的美哉美哉，哈哈哈哈，嗯。家人们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全屏打一个下午好，行吗？全屏打一个下午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全屏打一个下午好，让我看到你已经进来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啊、谢谢，哈啊！呵呵。哎呀，白大哥是要帮您说，怎么说呢？是我举这个手机架，看见你的影子啊？是不是我举这个手机支架？啊，信号不好呀，家人们，这个是不是信号不好？网络较差，希望大家克服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跟泥巴落走吗？我天，信号不稳，家人们，往上走一点吧。信号不是很好啊，家人们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啊，没有办法，大家克服一下好不好？信号不稳定，大家都克服一下好不好？有点卡，对，现在还卡吗？卡的话打一个卡字，不卡的话打一个不卡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信号不是很稳定，我们现在在山里面嘛，山里面这个信号真的是没办法去，如果是在家里或者在公司里的话，有 WiFi 可以搞定，但在山里面的话就完全不一样，没有办法啊，没办法。你看这儿蓝天白云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很美，风景美不美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说这个风景美不美？美的话全屏打一个美字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卡，好了，哎，谢谢大家，眼前海拔太高了，这边不仅风景美，眼前还有一个更美的。我说更美的这个花，师傅你挡着干嘛？我说是你身后这个花，看见没有？这个花，这个紫色的花，美不美？好看，我摘给你吧。啊？你不要乱摘啊！我跟你说。为什么？没事的呀。你觉得这朵花美，我就给你摘。那我借花献佛，你送给我的，我反送给你。我送给你的，总你可以你送给我吗？因为我给你的。可是你，我觉得你比花更美呀、啊。过来。到哪来？再凉快一点。再凉快一点，休息一会儿再往。那你愿意接下我这朵花吗？这个是我送给你的。借花献佛，鲜花配美人，不可以。就是我们那边的话，不可以。我送给你的东西，你又送给我，为啥？这样相当于就是我送给你的这个东西，你不稀奇。怎么可能？然后就感觉是要还给我的那种感觉了。咋可能呢？不是真的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的。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比如说我给你一颗糖，你又把那颗糖还给我，那不就是说你觉得这颗糖不好，然后你才还给我的意思吗？那我就收下了啊。是不是家们？师傅送我的小野花，是对不对？家人们都打的。家人们没打，不是，家人们不是，是吧？是的。家人们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！我的天，我们直播间马上3000人了，欢迎大家，飞野，飞野什么意思啊？是野吗？不是。什么意思？不是野。走吧。走吧，我
继续往上走。哇、哦，真的，家人们，这个风景，人生处处是风景。如果我们不到山里来，就体验不到这样子的美景啊！嗯，真的太美了，家人们，真的太美了。然后空气也特别舒服啊，然后还有一家人相伴，哈哈哈。这个太阳就是非常刺，而且海拔太高了，海拔非常高，嗯、海拔非常高。师傅，你站这儿，我要镜头对着这边。我的天，这个真的绝了，这边很美，特别漂亮，家人们漂不漂亮？漂亮吧？啊，这风景是很美的，你看吗？嗯，师傅背包好看，家人们你们猜一猜这个是什么？猜一猜这个是什么？师傅的，这是师傅的小金库啊，小金库啊。这我的家当。我们俩收山货全靠就在这儿了，给大家看看鼓不鼓？给大家看看鼓不鼓？这是我的家当，这是你的家当，因为我们收山货嘛，然后出来收货的时候都得了。那个背兜你累不累？山里面的人都是需要现金，背兜我背着不累，没事儿。这个现在还没有东西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哈。农村的风景真的好，嗯，对。你们队有机会可以到这边来玩，哥姐们。哎呀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下一句你来接呗，大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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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不算，你得。哎，师傅，你很久没给我们唱个歌了，唱首歌吧。今天难得这么，你看这美景，我的天，这蓝天白云，然后还有这美人，对不对？你快点把帽子戴上。你唱首歌好不好？待会你今天唱首歌给我们听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来说唱一句，你来接一句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唱一句，我接一句啊。啊！家人们，全民打唱歌。让师傅唱首歌，我们很久没听到师傅唱个歌了哈，师傅很久没给我们唱过歌了。我觉得师傅的歌声在这山间里面才能释放的更好，就是山里的小精灵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全民打一个唱歌，然后让师傅给我们唱个歌听一听，在这山里面唱首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真的很开心，很感激。然后我觉得有大家的支持，有大家的陪伴，我觉得哎这个。唱一个歌，然后也是欢乐的一天啊！每一天我们都要去分享快乐，分享欢乐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一天都，就会减压很多，那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。嗯，这样子吧，你唱你那个视频里面唱的那个歌。你先唱。啊？你先。那个我不会呀。你会。你唱你那个歌吧，好吧？哇，四千人了，家人们。可以全屏在这个地方，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，帮我们点赞啊，点到五万可以吧？五万可以吧？我们现在直播间四千多人，每个人就是点一个十几二十下，三四十下啊，三四十下的话就可以直接达到多少多少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可以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家人们，今天这个天空真的太美了，然后我就迫不及待想给大家开个直播，但刚刚师傅一直跟在我身后，前面一直没信号，然后到这儿了，有信号了，就能给大家开直播了，家人们啊，师傅直控小龙经济，而怕白董事业不顾了。家人们，我现在还能没问题哈，现在都能安排的过来，所以没问题啊。怎么了？你看嘛，直播间不能说。那啥。那什么东西啊？直播间不能说。不能说这个吗？我的天哪，热死呀，很热。但是这边的话，你只要不是在太阳底下对着光直射的话啊，就没有那么闷热。然后不像云南的天气的话，不像那边。家人们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云南吗？知道我们现在在云南的话，全民扣一个一；不知道的话，扣一个二。我看一下有多少家人是不知道的，好不好？你快看。这个能看吗？不能，那个直播间不能给大家看，也不能说那个东西。不能看哈。其实黄奕应该没啥事，跑得飞快。我们往上走吧。好。啊不，什么往上走啊？你歌还没唱呢。怎么了？你嗓子不舒服啊？我那天自从着凉以后，有点痒痒的，嗓子有点痒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太那太那啥了。没关系的，你先唱，我唱一首。
不，你唱一句，我接一句。我唱一句，你接一句。嗯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你还没有说开始呢。哦，我已经唱了呀，你接了呀，该你接了呀。你还没有说贝贝，开始。家人们，那全民打个开始吧。我们师傅说作弊了，我们全民打一个开始，全民打个开始，我再重新唱一遍，好不好？然后让师傅接下一句。一贝贝。啊，一贝贝。我们现在是直播间，家人们全部都在打开始了哈，全部都在、啊、已经在打开始了。家人们，全民打开始，全民打开始。然后师傅，你再不接的话就不行了哈。啊。啊，必须接了哈。嗯。不能不接了哈。一贝，你喊开始吧。一贝贝，开始。你问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爱你有几分？哇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唱什么？哎，跑什么呀？没有，我觉得哇，还没唱完呢，师傅。我怕你还说是姐姐等久了啊。我们慢慢走着，反正他也说往下来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家人们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全民打个好听，让师傅再唱一个，好不好？全民打个好听，让师傅再唱一个，太好听了，嗯。现在还需要砍开始吗？啊？现在还需要砍开始吗？应该不需要了吧。啊，家人们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家人们，我们全民就打一波，开开心心吧，全民打个开心心。因为今天难得天气真的很舒服啊，天气很舒服。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直播间能感受到这种愉悦的心情。然后虽然我们唱的不好听，但是能把这份欢乐带给大家，也是我们所开心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啊，全民打一波，开开心心，好不好？嗯。哇，直播间6000多人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！然后我们呢也一起，反正在最近在这儿的话，我觉得每天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。如果有网的话，我都很想在这儿，就是每天给大家分享我们所看到的事情，我所看到的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啊。还在唱吗？嗯，好，还在唱吗？这一次你先唱了。那你喊预备备开始。好吧，预备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想好。还没想好。想好了吗？好，预备开始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你是小老虎吗？我不是。你先唱这个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边走边跟大家聊天，好吧？家人们，我们上山来收获来了，然后也想把这个旅途里面，我们在这个路程里面看到的东西都跟大家分享。也是因为你们也每天都在支持我们，然后每天都在关心我们，我说每次都迫不及待，我看到这些好东西的时候，我想给大家分享。比如今天你看，像蓝天白云真的，然后像山里面这种，我们可能很少有人看过了，对吧？嗯。要不要坐着休息一下子再走？嗯，要不要坐着休息？你累不累？我不累，看你。你不累？嗯。你不累，那我更不累了。家人们，我们都来自哪里呀？我们在公屏上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都来自哪里？我们在哪个地方？然后我们打一打啊！我们现在是在云南，我们现在是在云南啊！也希望大家多跟我们互动，好不好？师傅的草帽破了，对，师傅草帽应该换一个了。不用换的，嗯。但是这是也是十五战斗的痕迹，他山里面跑过来跑过去，这是十五的一个战斗的痕迹。反正重新买一个，再戴一段时间还是会坏的。哇，云南普陀山、湖南湘西、扬州、广西南宁，我的天，全国各个地方到处都有哈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云南的也好几个呀，我的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也在云南啊，希望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播间。跟我们互动啊，直播间跟我们互动，然后可以的话花一毛钱帮我们点亮一下粉丝团，好不好？可以的话帮我们点亮一下粉丝团，然后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，帮我们长按住啊，长按住10秒钟、或者是20秒钟，你边听我们聊天，然后边给我们按住，帮我们点点赞，好不好啊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嗯。
坐站这休息一下，还是往上走？嗯，这比较凉快，现在这一年地。好吧，那你坐这休息一下。这样吧，你今天没跟大家打招呼，然后大家互动你都没看到，然后你看一下吧。嗯、好。嗯。哦不，行。怎么了？欢迎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欢迎大家呀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哥姐们下午好。啊，谢谢大家送的粉丝团哈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粉丝团啊，免就是花一毛钱哦。没事吧？没事，那个磕到了。啊，这个帽子该不要了的。不是的，我们那个手。我看一下。眼睛里面吗？不是，这外面的皮。这外面的。嗯。你过来一下，我推一下。没事吧？好了，没事。是碰到这个草帽了吗？就是这个弄到磕到这里了，没关系。那我再推一下。不用。快点，我再推一下。没事的，不疼了。嗯。不疼了。不疼才怪，你那还捂着呢。不疼了，那个真不疼了。我看一下刮伤没有。嗯。啊，没有。好了。好了，确定好了没有？好了。真没刮到吧？好多了。就长发的这个边上刮到了吗？那个鸡鸡刮到了，刮到这个皮。怎么感觉有点肿啊？是不是肿了呀？好了，不疼了，真不疼了，能慢慢睁开了。慢慢睁开了吗？嗯。能了吗？累了，现在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没事。好多了，那就好。哇，你吓我一跳，我都有点啥，再吹一下吧。不用了，你看能睁开了就没事了。你凑过来一点，我帮你多吹一下，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个，你看嘛，现在都能睁开了，我都能睁开看到你了。啊，好吧，有点肿了是吧？好，有点肿了。谢谢大家，是。好了，没关系了。没关系了。有一点肿，没关系。我等晚上，明天它就会消了的。一点点肿，看不出来。没关系的，家人们。你看眼睛都能睁开了，这个没关系。等明天就不痛，不好了，就不肿了。走吧，哎呀，没关系的。这点小伤，那很容易被夺到，那些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。有点担心啊你。你担心什么？好，真没事了。真没事啊，你放心吧。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弄到的，是不是刚才？啊，怎么可能？没，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这个不怪你啊，怎么可能怪你呢？而且又不是什么大伤，就小小的一个问题而已。走吧。嗯，好吧。谢谢大家，哇塞，这个，哇，欢迎大家，直播间9000多人了，我的天，好快，家人们，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然后我、如果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直播间的话，全屏扣一个一，好不好？如果是老朋友的话，我们就打一个老朋友，好不好？就一直以来关注我们的话，全屏打一个老朋友，好不好？啊、也代表是我们的娘家人，十五的娘家人啊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哈、啊，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喜欢，嗯，谢谢大家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哇、哦，第一次进来的，一定要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点个关注不迷路，因为你点了关注的话，以后我们开直播分享日常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找到我们了，也可以进来跟我们互动，也可以认识小白这个人，也可以认识十五这个人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，可以加入一下那个粉丝灯牌吧。老朋友，哇，全屏都在打老朋友，很多老朋友进来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老朋友们。啊嗯、十五应该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嗯，真没事了吗？真没事。你吓我一跳，真的。没关系的，我再吹一下。没关系的，白大哥，不用吹了，谢谢你。嗯，走吧。发单掉了，猪！哎呀，那个刚刚没注意到。啊，走吧。那我把镜头反过来，还是你拿着。
都可以呀、啊，我拿这也可以、嗯，你拿这也可以。好吧，哇，直播间马上一万人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我们才开播一会儿会儿嘞。我们才开播一会儿，哇，全是老朋友，全是老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在公屏上送的粉丝团我们都看到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你们真的太好了哈。我们今天这个山上的美景，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直播间现在破一万人了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啊！我们才开播一会儿会儿啊，我也想认识更多更多的新朋友，然后我们的老朋友，真的，我们现在关系都特别特别好了。每次给我们发消息看到的时候，我们都特别特别的暖心啊。要不然我把镜头转过来吧。姐姐，那个阿姨到底在哪儿呀？嗯，那个娘姐姐。我往上走着走着走着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大家都认识梁叔叔吧？那个家人们，大家认识梁叔叔吗？梁叔叔应该大家也是属于大家的老朋友了吧？对不对？认识梁叔叔打一个认识，好不好？认识梁叔叔的话打一个认识，嗯。哇塞！结识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，肯定的哈，肯定的。我们不是喜新厌旧的人，哈哈，因为我想很多新进来第一次刷到我们的话，嗯，哦，认识，全民都在打认识。对，我们上去，因为他打电话给十五说，他们一个是他们的一个邻居吧，还是他自己，然后他们两个人还是一个人。有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，然后我们就上来往这个方向走。这是啥？狗尾巴草。狗尾巴草，哎，这个可以编一个那个什么的。挠痒痒的。挠痒痒。啊。不是挠痒痒的，是我。也可以挠痒痒。嗯。小时候我们调皮，就是拿这个到那个鼻孔里挠痒痒。不露个面，一天让我们看十五。家人们，你们看十五会看腻吗？如果会的话，打一个会。但是我希望全屏打不会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十五这么可爱的，我们永远不会看腻。我也想每天起床就能看到他，然后每天睡觉前也能闭上眼睛之前也能看到他。你在说什么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应该都不会吧，家人们啊。刚刚说每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全屏都在打，因为食物那么可爱的，肯定不会看你的，谢谢你们，对不对？肯定不会的呀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嗯，然后我接着往上走吧，也不知道他走到哪里了。好。啊，其实我感觉这儿还挺好的哈。这儿挺好的，你要坐这儿吗？这好意思。给大家看一下这。脸很凉。这个不是活猫吧？不是。这下面这个不是活猫吧？不是。那我踩这个应该没问题，给大家看看里面吧。这很凉快。我的天，就这个真的就是森林里面。嗯，森林里面，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可能你们现在也很难得哈，你们现在还能经常看到这种场景吗？等着吧。嗯，坐这等着，然后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样？坐这等着呀。对。嗯，看你，我们往上走也行，要不然待会儿怕他走太远也糟糕。啊，这个景，我的天，家人们现在已经应该很少看到过吧？然后这里面有很多那种动物。走吧，嗯，那我们往上走。哎呀呀，晒得晕晕的，晒得晕晕的呀。主要是今天这个太阳太大了。嗯。再走一段。对对对。阿姨，没人呐。往上走着吧，往上走着，我们去找一个、哦、小路，找个能坐的地方，我们找个能坐的地方等着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嗯。边叫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我们直播间一点一万人了，欢迎大家哈。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哎，这样哪都是这样，太热了。家人们，我们现在是在云南啊，这边的话，说实话还没有这么热啊，就是它出太阳的时候，紫外线倒是挺强的，但是那个太阳晒的不晒的情况下就比较凉快啊。然后这边的话都不用吹空调的啊。嗯。妈妈要晕了。啊？因为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只是觉得这个太阳晒着，就感觉人很晕晕的。十五的帽子坏了，对，十五的帽子坏了，这个是十五战斗过的痕迹，家人们。就在等着吧。你又掉东西了，你又掉装备了，十五。不，我来捡。没事，我来。你发展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我的天，嗯，家人们，你们现在那儿啊，你们那儿现在都多少度呀？对的，我没事，我背着，没事的，嗯。快。我背着，啊，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去等一等吧，哈。啊。嗯。哎，那个地方刚好有那个，那有个石头，要不然我们把那个石头搬一搬，是不？
放在哪？把石头搬一搬，搬到这儿来，然后这儿凉快的地方来。我的天，这个石头上坐着，这很美。你能搬得动吗，白大哥？我应该能，要不就是有一点重，可能啊，要往前搬一搬吧，啊，往前搬一搬。来，我你拿着镜头，师傅，你给大家聊聊天，啊，你给大家聊聊天。这个要不是晒的话，坐这儿好美啊！我的天，后面好美啊，嗯。哇，这网络一卡一卡的，是不？这不是你俩干嘛？用热水泡个水吗？我们，哇，这个网络怎么那么卡？网络太卡了。今天我这边不知道多少度，反正今天特别晒。